大家好，我是罗盛，这里是专注技术交易频道，在这里不定期更新比特币币圈的盘中价格走势。今天解说比特币、以太坊、BNB、莱特币、Mana、瑞波币的走势。如果说你是首次看我的视频，那么你可以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电报链接，因为视频有时效性，可能在视频更新之后有最新观点补充，那么最新观点会发在这个频道之中，并且我们专业的价格型视频只在频道中推送，你可以关注一下，关注是免费的。现在是北京、香港时间的2021年11月14号的晚上6:50。我们现在先说一下比特币的走势，随后再说 BNB、以太坊和室内币。我们在上期视频是提及了一个比特币的短线交易，那么如果说有参与的话，那么现在是没有到止损，但是比较痛苦的持仓中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下的走势。我们先看一下日线的 MACD。那么在上期视频呢，有人问我这个日线是不是背离？那么这个日线的 MACD 肯定是背离，虽然在上期视频我并没有提及到这个背离信号，但是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一个高点针对前面的高点是一个突破失败。背离的本质呢，就是新一段上涨的幅度不足第一段。那么前面一段的上涨呢，是涨幅多少？涨幅大约是26,000美金。那么现在新的一段涨幅很明显是没有到的，那么它是一个背离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所有的新一段上涨不足第一段，所有的这种盘面的 K 线，它在指标上都是背离。OK，那么这个日线背离，它并不会改变当下日线的趋势，因为这个趋势过于强势。我在前面就讲过，这是一个急速的、快速的上涨，它接的是什么？它接的是一个并没有太深回落的一个调整，它是一个买盘非常强的横盘调整。而且横盘调整的时间和上涨时间是吻合的，上涨21天，调整大约是17天，那么调整时间非常充足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背离，就是强的上涨趋势出现了一个背离，并不能说趋势改变了，只能说当下有些弱。我在以前的视频经常提到背离的时候讲过，要做什么背离呢？要做顺势背离，比如说4小时图的均线。全都是呈多头排列，那么现在呢，一小时图出现了底背离，也就是说两段调整。那么此时加入到顺势一方去做多，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。当下是一个强的上涨趋势，出现了一次背离，并不能说明趋势非常危险。当然，如果后续上涨，就是说它再次创了高点，超越了前方6.9万的高点，随后呢再次马上回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双重背离就需要非常小心了。双重背离可能会迎来非常胜负的回调。那么在之前这一个走势，在之前8月、9月份的走势也是双重背离后才出现了升幅调整。OK，所以说呢，当下走势确实比较弱，但是不着急。我们来看一下短线需要关注的细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短线需要关注的细节。那么我们之前画过一个趋势线，就是在这里画一个趋势线。目前呢也是三点验证，目前也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。虽然说在这里暂时跌破，但是马上拉回，而且再次得到验证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趋势线目前还是有效的。那么随着行情发展，我们可以再关注这一个趋势线。那么我个人并不会在屏幕上画特别多的趋势线，感觉屏幕非常乱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个趋势线。它下探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它大概率呢会迅速拉回。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个箱体，这个箱体呢也是我们之前就提及过的，目前呢也是突破这个箱体以后的一个回调，两次跌破，但是都是迅速拉回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箱体的突破目前认为是回踩。好，我们现在解释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认为它向下跌破，大概率呢会迅速的反弹。我们先看一下日线的 MA 均线，目前 MA20 均线已经有所减缓，但是依然是向上运行的，就是说它是持续向上的均线，它并没有说向下拐头，也没有形成阻力。如果说这个均线在上方，就是说20均线在上方，反弹20均线形成阻力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需要高度关注的，甚至说立即减仓的。我们在日线上可以看到，整个多头趋势的排列是完好的，而且价格在均线上方，
两次验证了 MA2030 均线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四小时图看一下，在四小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箱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下边界，那么当下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高潮拉升，就是说当下趋势没有高潮拉升，而且只是一次背离，并没有出现再次的背离。这种强趋势往往会反复尝试，反复都失败，我们才能说要去减仓卖掉做止盈。当然下方防守也非常关键，最终一定不能跌破的位置就是这个箱体的底部，这个箱体底部是一定不能跌破的，如果跌破至少要减仓 70%。 我们再看一下周线，我们在周线上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信息呢？当下这根周线还有13小时收线，希望它能够在收线之前再往上站一些，站到66,000-67,000，让这个影线少一点可能会好看一些。我们关注一下之前这一段上涨，每一根周线收盘都是收在60,000左右、60,000以下，那么自从这一根周线收在历史最高点之后，周线总体来讲都是向上的，它并没有向下回来。那么配合我们刚才在四小时图上所关注到的这一个箱体，就是这一个区域的箱体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，如果后续再跌回这个箱体之内，那么一定是非常危险的。 OK， 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的 VGA 均线，此前在这里创出了新高，虽然说这个新高并不是有效创出的，它并没有说创新高之后持续拉涨，但是并不影响这个趋势良好运行，也就是说四小时的均线是一个强支撑，它回到四小时支撑之后做了一个回到前高的一个反弹，那么现在呢再次验证这个均线，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价格如果下跌，我们并不能够预测行情说它接下来上涨下跌，我们不能够给出100%答复，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涨了以后，如果跌了以后怎么办，现在就是如果跌了那么就是再次做多的机会，止损就在下方，如果想保守一点宽一点止损的话，就放在我刚才讲的这一个低点的位置。而且我们看一下整个道氏理论来分析整个趋势，整个低点还是在逐渐抬高的，对吧，它并没有说创造一个比前一个低点更低的低点，所以说总体趋势还是健康的，只是减弱了。 OK， 这是我们比特币需要关注的问题，大局有些弱，我们依然是往上看，看到能够突破前高，但是如果出现了再次背离，我们就需要非常小心了。 OK， 这是比特币的详细解析。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以太坊，以太坊的走势是比较好的，目前再次验证了这一个支撑线下方的趋势线，然后再次验证了两小时级别的 VGAS 均线，以太坊的走势是比较健康的，以太坊的走势比 BNB 弱一些，但是也没有破坏结构，总体来说也是继续往上看，如果说后续出现了一个下破趋势线的走势，那么大概率呢会回测双倍的支撑，大概率它并不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，我个人认为当下的趋势运行良好，无论是趋势线还是均线都是呈一个非常健康的斜率发散排列的，那么后续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跌破趋势线的动作，大概率呢只是短暂跌破，后续还会拉回。以太坊相比我上期视频所更新的内容并没有改变，那么我们讲一下 BNB。 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 BNB， 我们上期视频提及了一个 BNB 的短线，当时 BNB 的价格在这里，我们认为大概率呢会再次回测，那么回测呢就是你再次做多的机会，那么你如果有参与 BNB 的话，那 BNB 这笔交易是止盈的，刚才前面比特币的交易是没有达到止损，但是仍然在持仓，那 BNB 的话是达到止盈区域的。 BNB 的走势也是排名靠前的币种当中最强的，比特币、以太坊、 BNB、 SOL、 ADA 等等这些币种当中目前 BNB 是最强的。我们看一下短线达到止盈区域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形成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，三点一线得到验证，那么 BNB 非常强势。我们再看一下 BNB 对比特币的汇率，看一下日线， OK， 日线也是非常健康，前一根日线是收成一个非常强的阳线，总体的格局呢是大幅突破，超过了前方高点，然后做了一个验证，做了一个回踩验证前方趋势线有效突破的一个回踩，
现在是强势反弹，而且这几根阳线都是很少重叠，而且每一根 K 收线都是收在较高价，所以说 BNB 对比特币有理由继续向前看到这个高点。那么结合来讲，比特币很难大跌。再看 BNB 的这个下降趋势线，这个三点一线后续大概率呢会向上破，而且我们看 BNB 的这一个走势，它总体来讲总体轮廓呢也是一个不规则的牛气通道，后续大概率呢也是能够冲破这个通道的。 OK， BNB 的走势也是维持预期判断，继续往1000以上看。 OK， 那今天讲一下莱特，莱特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形态。我们看一下莱特在强势突破之后出现了回调，那么这个回调呢是出现了收敛楔形。我们先把指标隐藏一下，看一下当下的裸 K， 上方呢是三点一线，有三点得到验证的一线，然后下方呢也是三点一线，得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收敛楔形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均线，这里是踩着一小时 Vegas 做反弹，验证了支撑，但是目前并没有创出短线的新高。那么这一个均线是值得关注的支撑，双倍就是两小时均线，而且也是通道线的稍下方，那么这个均线也是值得关注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斐波那契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个 0.618 的位置，这种强势回调以及目前已经在走第三推的下跌，那么现在呢大概率是不会低于 0.618， 也就是说这一个价格可以作为当下这一段趋势的防守位，也就是230。那么当下怎么参与呢？现货肯定是继续持有，然后如果后续上破了，就是它并没有下跌，它直接上涨，那么上破以后我们可以在突破前高点之后做一个短线的多单，根据当前这个形态做一个短线多单，后续如果上破做多的话，那止损就在这个下方，前方这一个波段低点下方，比较保守，那么也可以设在这一个波段低点下方，都是可以的，都是逻辑上成立的止损。然后如果下跌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三点一线的通道线，如果下跌了，那么这种被多次验证通道线就是非常好的做多位置，而且也是前方这一个支撑的双倍周期的均线，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做多位置，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交易。我们看一下莱特币对比特币的汇率，看一下日线，目前是强势突破之后的短线横盘，暂时横盘，我们在一小时图上也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一个拐点之后一个拐点，后续呢再次验证这个支撑，那目前呢很大概率会在这个支撑上继续做反弹。那么莱特币对比特币的汇率也是持续向上看的，莱特币后续看好，现货继续持有。然后我们讲一下 MANA， 这也是最近问的比较多的。其实我们讲比特币讲以太坊会讲的非常详细，但是山寨币呢基本上就是一笔带过，因为大盘代表了总体的趋势，大盘趋势健康我们在做小币才可能获得收益，大盘趋势不改变，那么小币基本上也不会崩盘，除非你买到那些土狗项目。我在11月1号的项目就提到过 NFT 板块， NFT 项目我分散投资了许多项目，买了一些小钱，那么我大部分的资金还是做比特币、以太坊、BNB 这些主要品种，大的品种大概率获利，然后用小钱来去博取更高的收益。好的，我们回到 MANA 看一下，之前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单边拉升，拉升的幅度呢从实体 K 线算高达 370%， 到顶部的话高达 500%。 我们再看一下短线，看一下一小时图，强势调整之后在一小时均线得到小幅反弹，随后缓慢阴跌，这种方式回测了这个支撑，回测了这个水平支撑，然后到了两小时均线做了强势反弹，那么现在呢继续回落，它遇阻的位置刚好是前方这一个小时图的收盘价，那么这种强趋势的横盘调整后续大概率还会继续走高。我们看一下两小时周期去看一下更大的均线，那么后续可能会在这里墨迹，把四小时均线
四条均线后续触碰之后是最后的时机。那么如果说后续触碰了四条均线还没有进行强势拉升的话，那么我们再考虑说 MANA 是不是走弱了。那目前强势上涨加上横盘调整，那么这种调整是很大概率还有后续拉升的。一段趋势不可能一笔走完，它刚刚走完一笔，后续还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段行情，就是2017年的行情当中的一些项目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在做完强势突破之后，也是横盘调整，中途也是有回落的，然后再拉盘，再横盘，再拉盘，再横盘，对吧？我们再看一下当年其他项目，比如说波场，因为波场这个项目当时对 USDT 还没有出来，是后来才上线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它也是拉盘之后横盘，再拉盘，然后横盘很长时间，然后再继续拉盘，对吧？我们再回到 MANA K 线，当下它的 K 线非常强势，而且它所在的板块也是热点 ，NMT 炼油这个板块是热点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有持有，那么就继续持有可以了。NMT 这个板块的币种市值都比较低，我不建议说重仓压住任何一个币种。NMT 这个板块买上四五个品种，然后每个品种都占很小仓位，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操作。之前在11月1号的视频也是有提及的。然后再讲一下瑞波，这篇问的比较多一些。看一下瑞波的图表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均线是呈多头趋势排列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之前讲过的一个牛旗突破，牛旗先下破，然后马上立即上破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最能够引出一段上涨趋势的。牛旗突破之后回调再创新高，所以说呢这个走势是比较健康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四条图的均线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方突破这个牛旗之后，它踩了一下四条图的均线上行，创了新高，然后再回测到这个周期，那么这个推动级别是有效的，后续大概率呢会继续拉盘。瑞波的走势非常健康。那么山寨币我经常讲不要重仓压住任何一个山寨币，你把大部分的钱买入这些主要品种，主要品种赚钱的收益率比你想象的要多。在我群里面有很多人认为这个 BNB 的收益比较少，然后去买了很多弱势币种，那么到现在呢 BNB 的涨幅是非常夸张的，从我们买入到现在已经赚了 80% 的涨幅，而很多的山寨币还没有上涨，那么 BNB 呢就成了我们这些买入的人收益额，就是赚钱的金额最大的币种。因为我们在买以太坊，在买 BNB 买比特币的时候，我们是敢于买入重仓的，但是在买这些山寨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敢买入重仓的。主要品种核心品种赚钱效益会比你想象的要高。我们最后再讲一下资金费率的问题，我们看一下当下的资金费率，比特币的费率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范围，币安这边是 0.01， 然后 OK 这边稍微高一点是 0.04， Bybit 是 0.01。 我们看一下图表，看一下历史，我们看一下过去这几天的资金费率都是非常健康的，并没有特别高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山寨币的费率，现在在屏幕上打开了莱特币和以太坊的费率历史，这个费率历史呢在币安合约上是可以下载的，电脑上下载。我们先看一下以太坊的费率，比特币的费率是非常严谨的，而山寨币费率会在上或者下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极值。我们看一下，往前推一下，我们看到这里5月20号0点，以太坊的费率达到了-0.35%，那对于比特币来说这个费率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看一下2021年4月中旬的费率，以太坊的费率持续来到 0.2-0.1 的上方，最高呢是来到 0.2035， 持续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费率是非常夸张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莱特，莱特在5月20号0点的费率达到了-0.48%，这个更加夸张。我们再看一下四月中旬的费率， OK， 莱特的高费率持续时间更长，而且费率更高，来到 0.3 的上方，
这个是难以想象的，而且在0.2附近、0.2以上维持了很长时间。我们再看一下当下，顺便看一下其他山寨币。山寨币费率是很容易飙涨的，但是目前可以看到，大部分山寨币 BCH、瑞波、US、莱特、波场、ETC， 大部分山寨币费率都处于一个非常标准的状态，说明市场并没有出现很夸张的贪婪情绪。我们看一下莱特最近的费率是在 0.01、0.02、0.02、0.0284， 那么这个费率对于莱特来说是非常低的，非常标准，非常正常的费率。 OK， 我要表达什么呢？就是说当下市场情绪其实非常正常，并不处于贪婪状态，也并不处于恐慌状态，当下市场非常标准，在一个中间水平。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历史数据，为什么当下这个行情我并没有说减仓。最近这一段大的行情，比特币上涨了大约是68%，然后以太坊呢上涨了73%， BNB 呢上涨了100%，莱特币上涨也是比较多的。莱特币是少有的原本属于偏弱的品种当中涨幅比较高的，从低点到高点也是100%涨幅。我们再看一下大部分山寨币，比如说 ICP 基本上没有上涨，要说涨幅的话基本上也就是30%。看一下寿司前几天突破，但是目前是失败了，但是失败呢也并没有跌破下方的这个趋势线。寿司的涨幅呢看一下30多40%，刚好到40%。看一下 ETC 的涨幅呢看一下45%。大部分山寨币都是没有上涨的，有少数个别是上涨的， BCH 有一些上涨，我们看一下 BCH 的话是50%。当下的趋势处境和哪一段行情非常相似呢？我们看一下 BTC 的历史，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就讲过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2017年这段行情，九四政策出台之后，比特币单边下跌了40%，随后出现了上涨幅度高达145%、150%的上涨。那么在这段上涨中，大部分山寨币都是没有上涨的。我们记住这个时间是9月15号到11月初。我们看一下代表币种，莱特。9月15号到11月初并没有上涨，那么在11月7号才刚刚突破。那么莱特现在的行情呢，也是在11月初才突破，总体的节奏是非常一样的，所发生的时间是非常相似的。再看一下当时的代表币种 EOS。EOS 虽然说在本轮行情表现很差，但是在当年是代表品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，9月14号、15号到11月初都是没有上涨的，10月底开始向上拉升。不管是市场情绪、市场格局、政策发布的时间，还是说价格走势、K 线走势，都是非常相似的。所以说当下这个行情，我愿意用利润回吐的风险来去博取后续有很大的行情，后续有一段山寨币飞涨的行情。 OK， 那么如果说后续跌破了，确实是被迫的触发了防守，然后我们利润有所回吐，那么我们卖掉就可以了。当下我们已经有大额的浮盈，我们不用担心赚不到钱。 OK，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在视频末尾我再推荐一个交易所，抹茶交易所，全球币种最全，新币上线最快，重点是无需 KYC， 无需实名认证也可以交易，炒现货、炒合约都是可以的，充提币也不受限制。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使用 OTC， 使用法币交易，那么你需要进行实名，可以使用包括美元在内的法币交易。最近火币 OKBN 在清退一些国家，那么你可以使用抹茶。这是我的注册链接，下方是全球最大最安全的交易所币安交易所，使用我的链接可以享受20%手续费返现，我的链接在这里，感谢您的使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